上课的时候尽量不会说话。我想当歌手，然后想考艺术。玩游戏，睡觉，玩三国杀，就是下课的时候可以去吃饭，真爽。Make you feel my love。坏了。最开心的就是回家耍电脑打游戏。最开心的是应该是中头彩了，中了头彩以后就消费了，打飞车时中了个500万。最开心的时候我们要出去疯了。最开心的是当时睡觉了。我就觉得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就好了。同学是我的亲人。五个星星啊，我爸爸妈妈和我爷爷哥哥。我希望说清楚吧，你多给几个人吧，多给几个人，我选家人、好朋友、兄弟。哇，学习压力非常大。我觉得我们班的新同学非常非常感觉不错。比较忙吧，有空的时候我们喜欢打篮球。在学校好像不是很忙吧，一般在学校都是疯了。应该有空的时候就练练俯卧撑，玩玩游戏吧，也没关系。是吗？只要我有空的时候就会睡觉。其实只要不是坏东西都比较喜欢吧。想得到的礼物就没有什么想得到的礼物，只要是送的都好。我最讨厌不讲信用的人，最喜欢讲信用的人。最讨厌的人是那种不讲信用不守诚信的人。最喜欢的是对朋友很好很守信用的人。最讨厌那种打小报告的人。最喜欢跟我玩的好的兄弟。最讨厌就是那种聪明的有心机的耍滑头的。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笨的容易整他的那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的声音更加好听。不喜欢，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是谁。应该会吧，吵完过后基本上都会很好的。我也吵架，但是那时候吵架都是开玩笑的。我喜欢酒。No， 我什么都不喜欢。对，不要问了，没有的。喜欢那种漂亮的、可爱的就行了。那些水果忍者啊，还有一些里面的内容啊，很多都比如水果忍者之类的，桃李果，手机游戏，花水果吧。高俊杰是谁？当然是长相。我就是那样看我好帅。
就是一个球会发光，蛮好看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没有可爱，只有最帅。哥，你控制好呼吸，要不然我就没办法了。转过去呗。你可不要被我电到哦。